汉高祖刘邦的得力助手中有个名叫张良的，别看他貌不出众，但他却精通兵法，口才出众。张良啊，你为建立汉朝立下了功勋，现在我封你为刘侯。多谢皇帝封赏，我不想再做官了，只是想去做个道士。哦，张良啊，你为何有这种想法呢？啊，我家本在韩国，祖上世代都是韩国大臣。是强暴的秦国灭了我们韩国，我为了灭秦，不惜抛弃万金家产，参加了反秦的战争。现在终于胜利了，我凭了我的三寸之舌，今天受到皇上您这样高的奖赏，对于我来说实在是足够足够了。成语三寸之舌是由张良的故事而来，也叫三寸不烂之舌，形容善于辩论。